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奇的闽南语小课堂。今仔日咱来讲闽南语口语当中的人称代词。我，这是一个音上调。我是阿奇，我是新垣结衣，我是木村拓哉。我是刘德华，我也毋知，我嘛毋知，也跟嘛都是也的意思。你、了、如，这是你的闽南话的三种不同口音，请问你是谁？你是毋是泉州人？你是毋是厦门人、漳州人、金门人、上海人？伊，请问伊是谁？伊今年几岁？请问伊是谁？伊今年几岁？阮，要注意这个句啊，这个声母是一个浊声母。阮，它是不包含听话者的我们，就相当于普通话里面的我们。这搭是阮内，这里是我家。这搭是阮内，阮要来去咯，我们要去了，我们要走了，这个意思。下一个是包含听话者的我们，也就是咱们。咱泉州有 SM 广场无？咱泉州有 SM 广场无？咱要来去未？咱要来去未？未就是一个表示。已经啊，已然的意思。我们已经要走了吗？我们要走了吗？这个意思。您，请问您厝内徛伫呾？也可以说，请问您厝内徛伫倒位？其实这个呾就是倒位啊的一个，加了一个啊之后的一个连音合音，所以。请问恁厝内徛伫呾？说一个呾呢，会让人家觉得你比较地道。是毋是伫阮厝附近呢？是毋是伫阮厝附近呢？是不是在我家附近而已？你啊，这个文言文的用法是一样的。你，因，这是他们，因是翔。他们是谁？因是谁？因的厝伫呾？因的厝伫倒位？好，人称代词部分就到这里啦，谢谢。